桌子空岛生存，这是一个由数个方块和生物组成的桌形空岛，玩家只能利用周围的物资生存，最终能复打的黑龙呢？桌子空岛，哇塞，好壮观呢！没想到生物都能够叠在一起，这么多物资都在脸上，等于白送啦。那可不，看得我都想飞去撸光它们。拿上箱子里的土块，先过去挖最值钱的方块。别急别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偷袭！啊！臭表妹，你活腻歪了，光打下去干嘛哦 ？Sorry， 表姐，我是想能快点，手误了，手误了，差点就被你带歪了。咱们得先整些木头，不然哪有工具挖五金钛金哦？跟我走。瞅瞅嘛，挖木头多费劲啊，直接挖细树枝不行吗？动动手就能挖一堆。再挖点岩石，然后合成石镐，这样不就更快进入石器时代了？有了工具再来挖铜矿，这些物资平时还得东跑西跑的涨，现在就是省两百钱了。看样子发财了。不错不错，就按这个节奏，我去挖你们快，咱们分工合作，搞一套满级装备不成问题。哎等等，这里好像没有杂草哎，咱们合成不了熔炉可咋整呢？我知道，跟我来。这不是桌子空岛吗？找到冶炼炉的那根柱子直接挖下来就 OK 了。工作台都在旁边，简直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冶炼出黄铜，合成一把黄铜镐。我再去挖灭银矿，咱们就进入银器时代啦。这速度啊，简直就是人类进化史最快的。灭银镐合成快，直接开挖钛合金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有了钛合金镐，灭银镐全都丢掉。接下来咱们去办乌金套，我去挖乌金，表姐你去挖紫萤石。好嘞。合成套装还需要一些皮革，正好有一柱子给你入手，简直太方便了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整套乌金装已经合成完毕，表姐给你一套。怎么防御装做好，武器应该怎么做呢？没有丝线，连奴都做不了，还怎么打飞在天上的黑龙哦？表姐，你脑袋可真不灵光，咱都进入乌金时代了，还用那些低级武器干啥？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们先挖些红沙。直接合出来火箭筒，而红沙就是合成不稳定化合物的主要材料，这样我们就能制作出火箭弹了。咱们直接请黑龙吃火箭弹，再做个火箭背包出来，就更稳了。有了这些现代化武器，直接打得黑龙裤底喊娘的。再挖些能源核心碎片，合成能源核心就可以出发了。冲啊！但我星星不够传送，星星不够就来挖能源核心碎片，挖几下就五颗星了。黑龙，我们又来挑战你了！开跑！开跑！开跑！这二营长的意大利炮太疼了吧，打得我摸不着头脑了，不和你们打了。溜了！嘿，你这黑龙跑哪去了？咋还能够凭空消失的呢？嘿嘿，不告诉你来打我呀！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就打你！气死我了！今天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你找出来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我炸！